这个真的有当过兵吗？敢当兵谁他不会？当的是医疗兵，无人躲的。啊什么啊？老塞，就一发。你看，那想想把你打的，你看啊，你也是，你看那个，我忍我打住。三个，三个。往后拉，往后拉，拿拳头跑了。哎，吓到他们吗？哦，看那边那么多人，好嗨哦！去帮他补枪，快点凑热闹！想再凑热闹，还不赶快去？捡到一只喽！还在哦，蓝标哦。要射吗？还没子弹，你尿不够是不是？剩2罐，没分你一点，我有8罐。太多了吧？赶快往前压！你应该也很多了，你只是喝光了。堵他们的路就好了。对，我只是喝光。水牛呢？再搞啉。大水牛。那就明天上几点？8点，9点，我得不9点。用去的啦。他的损友，哈哈哈哈哈！不行，明天早上不能不去，系主任的课。那真的要那去。也中午就放假课了。我意思要去一下。没错，可是中午、下午可能要出去忙，去约会，没有啊，要那子拍弹，那个东西，要拍那个期末作业，题目作业用拍的哦，对啊，卡墙嘞，要拍，然拍一后拍的，剪成一个影片。哇，现在的课都这么丰富的啊，哦，挺麻烦的嘞。好像很好玩呢、欸。看他做搞纲哎。你又还要出去拍那些点啊？些点，就拍什么台中南屯特有的什么景点哦，反正就类似什么拍老街或者是拍什么庙之类哎，饮料要不要？这里，啊，你那个不能网络截图啊。的。不行啊，你就要实际拍啊。一大堆一大堆，哇，一大堆的香蕉啊！你赶快吃一吃啊！他其实还可以用画的啦，画什么人文地图，我的工，靠表我就不要围兜，还对会用画的啊？都叫人家花钱帮你画这样。管你围啊！啊，我有铅笔好像画。也不是不行，哎，这边有人，好、哦、不行，好先啊，进圈呐、啊！进圈。我用铅笔帮你画。那是要被死当了。素描地图。可以吧？那个拜托，文笔可好了，画技一流的。